这是1960年，香港著名影星夏梦在长影参观期间和部分长影演员的一张合影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认出照片上都有谁。如今60年过去了，这些艺术家们大都已经不在了，他们一生都致力于电影事业的发展，在电影事业上做出了巨大贡献，是中国电影界的骄傲。